人生从蹒跚学步起，就开始在不断的碰撞中成长，小到磕磕绊绊，大到天灾人祸，谁能躲过？而令人刻骨铭心、终身难忘的，莫过于生命的碰撞。它猛烈撞击的是人的心灵，它彻底改变的是人的生命。在非洲的最南端，有个城市叫开普敦，它的西南有个海峡，就是著名的好望角。印度洋与大西洋在这里交汇，尽管终年风高浪急，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的400多年，好望角一直是欧洲从海上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。开普敦现在是南非共和国的立法首都和第二大城市。这里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，很多好莱坞的导演都把这里选为大片的外景地。对中国人来说，南非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家，好望角这个距北京12,933公里的地方也算得上天涯海角了。虽然地处天涯，开普敦却有南非乃至世界闻名的大学。人类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开普敦大学附属医院里完成的。开普敦大学曾有2名毕业生获得过诺贝尔奖。十几年前，南非的学费和生活费远低于欧美国家，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。李忠诚是四川成都人，2003年来到开普敦理工大学读书。刚来的时候几十个人，全部是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，然后我们在语言学校学英语，然后半年之后我们才进大学。忠诚属于80后独生子女一代，远渡重洋留学，他背上的书包显得比同学的更沉重，因为不但有书本，还背负着父母沉甸甸的希望。忠诚的父母对儿子的教育特别重视，付出多少代价也心甘情愿。忠诚从小集父母乃至全家族的宠爱于一身，物质需求从不缺乏。他并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，但他最喜欢与机械和速度打交道，也让家人操了不少心。他从小就是那个3D 赛车，最早就是这个，后来又是摩托车什么的。他妈妈特不放心他开这些，因为他很想成为一个赛车手。我觉得那是太危险的事情，越危险他越要去做这些事情。在成都也见到过他骑摩托车，就在我们跟前哗就停下来跟你说几句话，我们话还没说完，2秒钟他已经在马路的那头了，就看到很吓人的那种感觉。开普敦拥有非洲最好的高速公路系统，而公共交通却很缺乏。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条件自己买车，忠诚很喜欢交朋友，也很热心帮助同学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非常仗义，热心帮助朋友。像我没有车的话，忠诚有时候都会帮我带我一程，或者带我去哪里。父母最担心的事却偏偏发生了。一个周末深夜，忠诚开车送同学 Lana 和 Cathy 回家。凌晨，当时我和 Cathy 还有 Lana， 我们三个从 Cape Town 往回来的方向走，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，达到100多公里，车突然方向盘失去控制，撞到了街边的绿化带，我感觉是翻滚起来，只能听见巨响，砰砰，然后听见旁边的人尖叫的声音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一片漆黑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。失控的车子连续翻滚了70-80公尺，才被一处围墙挡住。当时我醒来的时候，车里就我一个人，车是侧立着，
靠在一堵墙上面，就使劲挣扎着爬了出去。拉娜被抛出车外，凯菲不知去向。我昏迷了过去，醒来时发现腿受伤了，有骨折。我试着去找 Casey， 但没找到。这时我听见娜娜，她哭着叫我，她问Patrick， 你有事吗？然后 Casey 在哪里？说我不知道。过路的人帮他们报警，救护车很快把忠诚和拉娜送到了医院。Patrick 忠诚大约在凌晨3点打电话给我。莫莉老师把我们全部都叫醒，说赶快赶快，我们马上到医院去，因为忠诚出了很大的事，非常非常严重。赶到医院时，莫莉老师先进去跟医生谈。我们首先为他做了全身检查，电脑断层扫描等项目，他的脊椎有骨折，骨盆有断裂。他的脊椎受伤是非常非常危险，因为可能会下半身会瘫痪。清醒过来的忠诚第一件事就是请同学打电话回国向父母求救。家里电话响了，当时是我先生接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有那么严重，我就把电话交给他妈妈。忠诚在那边呼求，当时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微弱，他就说妈妈，他说我很难受很难受，你来接我，我要回家。他说完这里的时候，那个电话就断了，我脑子突然就嗡的一声，所以我又再打过去。然后当时是我接的电话，他的声音感觉是已经快哭出来了，就说忠诚正在抢救，伤势很重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不得而知，还等在外面。我们见到忠诚的时候呢，看起来虚弱的样子，并不太清楚凯西到底怎么样。Casey was swung out of the car. Casey 被甩出车外，从后车窗甩出，越过围墙，摔到一个货柜旁边，当场死亡。忠诚的父母想尽办法打听消息，从外交部那里拿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电话，但是不管怎么样打去打来都是没人接，因为南非跟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。再也没有比听到儿子出车祸却又无法得到详情更煎熬人的事了。等待的几个小时比几年还长。很突然，又没有买医疗保险，所以在国外又涉及到医疗费用很高昂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钱，不一定会要先交费的，因为在国内长期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你不汇款，再重的危重的病人那个时候都是不能做手术的。忠诚出事的消息很快传遍家人亲友，就马上赶到这里，当时他妈妈也哭，我也哭，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。忠诚从小就跟我的时间比较多一些，哎呀，我听到一下就瘫了似的。4点多，我们接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林领事打来的电话，让我们赶快过去，因为在那次车祸当中，有一个21岁的白人女孩已经遇难，另外一个伤者也是白人，伤势非常的严重，我儿子的伤势也非常的严重。医生就跟领事馆的人说他要瘫痪。所以当时我们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知所措。凯菲家在开普敦一处安静的社区里，他的突然罹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我们同 Casey 家做邻居15年，2年前他们全家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。我们看着他长大，他经常在家门口前骑脚踏车，是个非常快乐的孩子。 Casey 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，大大的眼睛，是个非常友善的女孩。 I felt really guilty after the accident because she... 出事后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，因为每次出去玩时我都会向 Casey 的妈妈保证把她安全地带回家，没想到这次没做到，以后再也无法做到了。出事那天下午，我和牧师一起去他家探访，
邓肯夫妇非常悲痛，一直无法相信 Cathy 已经离去。 Cathy 是这么美丽而让人疼爱的女孩，她的父母一直以她为荣。她的遇难让我也很震惊，因为我的女儿小时候常和她一起玩。 Cathy 有两个哥哥，她不只是家里最小的，也是所有家族近亲中唯一的女孩子，所以父母亲特别注意保护她。若是没有哥哥们的陪同，是绝不容许小女孩自己到公园去玩的。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家族则笼罩在焦虑惶恐的气氛中。我就好多天都睡不着觉，就是听到死人以后啊，我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糟糕。第一个可能是一个法律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第二个语言也有是一个障碍。我们也找律师。南非属于英美法系，它是案列法，就是说每个案子处理以后，它是根据相类似的案子进行处理。我查阅了英美法系的相关案例，它有些赔偿是非常高的，是非常惊人的。律师告诉李成，他的儿子被指控的罪名有两项，一是涉嫌酒后驾车，二是涉嫌蓄意谋杀。所以我当时很困惑，我的儿子受那么重的伤，怎么会是蓄意谋杀呢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南非警察局一定要走这个程序。但是如果受害人没有起诉的话，这个就相当有一个过程一样，但是如果受害人起诉，情况就会更严重。他们心里的焦虑陡然升级为恐惧，生命垂危的儿子难道还要遭受铁窗之苦吗？担心他被当时的那边被关押起来，而且最麻烦，我不知道别人会找我们怎么样来扯皮这件事情，这一点心里一点数都没有，所以说做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想象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每年因车祸造成数百万人伤亡，车祸只是几秒钟的事，而事后的法律诉讼、经济赔偿往往变成长期的纷争，带给双方家庭更深的伤害。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都不知道了。这个因为在国内嘛，你还可以去找人际关系啊，找人勾兑一下什么的，国外那就没办法了。李姐当时她说，如果有可能我代替忠诚我的儿子去承担经济责任，甚至去坐牢，我都愿意。然后就是在赔付和医疗费大概要50万美金，既要办理各项出国手续，又要筹措大笔资金，他们紧张地准备着，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南非。简直就是开小步跑。说忠诚呢，因为伤非常严重，转到了开普敦大学的附属医院，这是全非洲最好的一个医院，记得三四个教授给忠诚做了一个会诊，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。这个脊椎骨破裂了，说只有这么一个就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，就可能会伤到他的脊髓的神经，那样的话他可能后半生就只能带轮椅了。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幸运。各项手续办理得很顺利，但去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，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。因为我们肇事方的家属都肯定会被那个受害方打的嘛，去了以后肯定要被对方围攻，殴打我们啊，或者殴打忠诚啊什么的，最担心就是这个。绝不会不找你麻烦的，这个是我心里想的。他们做了长期滞留南非的打算，把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亲友管理。他当时估计恐怕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是一年以上。几天后他们匆匆上路，送他到机场的时候，他都带着一种坎坷不安、焦虑还有内疚，反正很复杂的心态。当他们飞越印度洋时，在南非开普敦的一间教会里，人们正在送凯西最后一程。追思会来了很多人，不只是凯西的朋友，许多附近的亲友邻居都来送别凯西。一个年轻人的离去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，因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望。
Cassie 的追思会非常隆重，很多人来参加。记得 Cassie 父亲说，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白发人要送黑发人。 Cassie 的母亲强压住自己的悲伤，当时没怎么哭，直到几天后我再去他家探访时，他放声痛哭，几乎崩溃了。这一时刻，忠诚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。历经18个小时的飞行，忠诚的父母和姑姑三人到达南非开普敦。一下飞机，满怀担忧与恐惧的他们就闹了个误会。忠诚的好友穆云飞和华人教会的吴世宗牧师到机场迎接他们。穆云飞给我们介绍，他说这是教会的牧师，当时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很陌生，我先生还把牧师听成律师了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说话要谨慎一点，他说我们还没有请律师就是不是官方已经给我们指派了律师了，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牧师，对方说的是牧师，我们说完了完了，律师都有了，就想肯定不得了。他们带的行李很多，看到吴牧师不停地帮他们搬那些沉重的箱子，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慢慢才了解是牧师，是基督教的牧师。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儿子那个还没有从手术室退出来。当孩子退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是昏迷的状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当我们跟着他进到那个重症监护的时候，我就叫他的名字，看到他睁开眼睛。我看见我妈妈，她站在床边。我就跟他说，儿子，我说你放心，我说我们都来到了你的身边，你不要太焦虑。经过第二次手术，忠诚总算脱离了半身瘫痪的险境。然后我们去了娜娜住的那个医院去看望她的伤势。看到拉娜的伤势也在好转，王敏、立成松了一口气，而另一个恐惧立刻涌上心头，那就是如何面对凯西的父母。长这么大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事故。I know if it had been me, I would have been terrified. 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很害怕去敲那扇门，走进那间屋子。我担心会遭到斥责与痛骂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那种那个重担，让我们真的是负担非常的重，焦虑也很大。但是牧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所以他约我们去海边的一个咖啡厅。从未想到在这种状况下来到这风光壮丽的海角，心境恰如眼前的巨浪跌宕起伏。好望角能给他们带来好希望吗？那一天他给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也谈到了信仰。第二天他就派人来带我们去教堂，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进到教堂听到赞美诗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。在那种焦虑的心情当中，我们没有心情去过多的研究那份信仰，但是我们有一份感激的心，那就是牧师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给我们提供的帮助。第二天就要面对开西的父母，王敏、立成极度不安，唯恐因言语不当而引起误解，造成冲突。他们想请牧师陪同前往，因为他是新加坡人，英语非常好。但牧师愿意面对这样艰困的场面吗？王敏鼓起勇气给牧师打电话。通电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其实我就等你们这个电话。”我说那就太麻烦你了，他说我很乐意被你们麻烦。哎，当时我听你心里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，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喜欢别人麻烦他的。我们提前到购物中心去订了花篮，我也把想对凯西父母说抱歉的那些话语写在了一张卡片上。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是都是相对无语，没什么话可说。我们煮好饭，我们三个都没有人能够去吃，因为心里面七上八下的。就是说每个人都睡不着，其实很疲倦了，就睡不着。
我们拖到我们凌晨四五点钟，所以我们设想了很多的场面，就是说如果 Casey 父母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愤怒和他们家里不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过失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反正想了很多种的场面。我们只是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，拿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第二天早晨，牧师还有娜娜的妈妈来陪同我们一起去 Casey 父母家。他们住的房子是在开普敦一个非常好白人区。我们一下车，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那个门口，牧师说这就是 Casey 的父亲。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蹦蹦蹦蹦蹦跳的，就像跑了几百米下来的那样子。他爸爸就给我们一一的拥抱。进了屋以后，因为中堂的妈妈当时非常的紧张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看到开心的妈妈静静的站在那个客厅的中间，当时我的腿就像走不动路一样。没想到的是，主动安慰的我们还没有开口，而是凯西妈妈。凯西的妈妈伸出双臂过来拥抱我们，她的妈妈拥抱我长达十分钟左右，而她的手一直在我的肩上拍，不断的安慰我说：“请不要太自责，这是一个意外。”那一刹那，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凯西母亲平静温和的声音，在历程听来却如晴天霹雳。瞬间，自己的价值观如同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被撞得粉碎。震惊、感动、羞愧让他们不知所措，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竟无法应对这几句温和的话语。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无地自容，把我要想说的话全部都忘记了，一句也想不起来。我不断地对盖西的妈妈说，我说真的很抱歉，非常非常的对不起。盖西的妈妈说 no， 她说这是一个意外，请不要太自责。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开西的爸爸对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今天你们的到访，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。”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接纳和宽容。当他们坐下时，凯西妈妈像这样握着忠诚妈妈的手，一直握着，两人非常贴近。两位母亲的手握在一起，两颗心在贴近，而两种不同生命在猛烈的碰撞。我觉得这个关系完全是反了，这种关系好像我们是被害者，他们是这个肇事者。就是说他妈妈一直蹲在地上，而我带着他坐在沙发上。凯西的爸爸告诉我们说，请我们放心，他们不会去起诉我的孩子。当他们完完全全接受女儿过世的事实以后，他们会去医院看望我的儿子。那个感觉让人终身难忘。天儿比较热嘛，我觉得又是泪水又是汗水，说不清楚，自己捻一下自己，觉得是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在做梦。我脑子里想了很多结果，一万多个结果，到了那个地方的这个结果从来就是没想到的结果，这个最好的结果没想到，想不到，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。当初绞尽脑汁盘算的种种对策显得如此渺小，令他们无比羞愧。而且他家里，他两个儿子在家里只是来点个头打个招呼，对他哥哥来说是个妹妹，家里唯一的女儿，他哥哥这些都没有出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。如果是你的孩子，你能这样的饶恕吗？没有任何怨恨的饶恕吗？这真是不可思议，让人难以相信的事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宽恕别人。
事后我们才知道，凯西的父母将凯西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了。这是我们在去的之前也是不敢想象的。当自己承受着失去其宝贝女儿的那么样的痛苦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够想到为别人捐赠所需要的器官。去了回来，看到他们脸上就是一下卸下了心里的重担，然后同时有更多的愧疚在里面。如此好的结果反而使他们怀疑是否真实。而且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度，不同的民族，可能这一生中再不会见面。按照常理，他是不可能这么，就是说让你这么简单，这件事情就了结了。就是让我们后面想到说，怎么样尽快要脱离这个南非，趁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以前，能不能就是说提前离开？万一他们反悔了怎么办？当时就是这样想的，赶紧想办法买机票，给钟成东买一张机票，都让他躺着都回去，还是想早点逃走为好。可能是在那个我们这个教育下面呢，受的这个影响太深了。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人家凭什么这么爱我们？他们没有欠我们的。最稳当就是早点离开。但是后来去了教堂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。事后我们才知道，凯西父母全家是信上帝的，所以当时我们想到，信上帝的人能够这么好，那么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。邓肯夫妇在这样一种苦难当中，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对方。那这种令人觉知人的本性做不出来的，他除非这个神是真的，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碰撞，让人知道这对夫妇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全新的生命的。每次我们去医院的时候，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忠诚的床前为他读经祷告，使我们非常的感动。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，都会有两三个或者是四五个人啊去慰问啊，帮忙处理事情啊。主要是在他的母亲还没有来之前啊，我们是很频繁的，因为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确实也是蛮孤独，然后那个时候很软弱，需要很多人支持帮助。我们在那边为他祷告，为他唱诗，然后也跟他聊了一下。每天早上我因为不能坐起来，必须要躺着吃饭，林飞弟兄一口一口的喂我，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做了饭，每天按时送过来。当时躺在这里每天看着天花板，我就在想，这些人他们都跟我无亲无故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。星期天主日我们去教堂聚会，我们听到了一首赞美诗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歌词摸着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当时我们三个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凯西父母没有让我们赔付。当时呢，我们就想先拿一点钱给他，给娜娜做治疗。娜娜的爸爸说：“no， 他说我们现在还能够承受，所以他们也没有要我们拿那个医疗费。”后来我们也知道娜娜的妈妈也是基督徒，所以让我们也认识到这份信仰是多么的好。梁彦成牧师那时候去南非，刚好也听到我们在南非的这一个经历，他带我们做了决志，让我们归向了上帝。想不到远在南非这个地方，一个外国人不认识的，但是能够原谅他们，能够以无尽的无条件的爱来对他们，他们从这里就明白了上帝真实的存在，就在这对夫妇的身上表明出来。基督教要能够进入社会的主流，不是单纯靠一套道理，乃是你各行各业的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。
人家一看，哦，这个生命很美，啊，这个生命值得效仿，值得羡慕。因忠诚，血液检查没有任何酒精成分，检方撤销了酒后驾车的指控，但因个人疏忽造成的他人伤亡的罪名依然成立。但是由于 Casey 的父母始终坚持放弃起诉，忠诚的这项罪名不成立，我们才得以平安地离开南非。忠诚的父母把他和 Lana 一同带回中国治疗。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，我们才完完全全地相信 Casey 父母全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真的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不到两个月，他们返回了成都。忠诚他们坐在那个轮椅上，推到我们把他接到车上，但是我看到那个李姐的那个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很开心的回来。我们把在南非的这一段经历向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的。这不寻常的经历在亲友们中激起一连串生命的撞击，不可思议。哎，不可想象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这么博大的爱呀，无法想象，我觉得简直无法想象。我想神奇啥子想象，我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。我自己在想是赔多少的问题。当时我听到震撼特别大，我一想到开西的父母，我都会流泪的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因为我们也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嘛。放在任何一家的这个父母身上哈。即使是有宽容的心，他也做不到，也会通过法律啊什么的索赔啊什么的。这样的大爱，谁不感动？这样的生命，谁不愿效法？两个月后，吴世宗牧师从南非专程赶到成都，有18个人因做出了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而在等候他。我们身边有18个人。跟我们在一天接受牧师为我们施洗归向上帝。经历了车祸是我人生当中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刻，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从远处能看见好望角，就在远处的灯塔。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海面上的灯塔，他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。我现在已经找到我人生当中的这个灯塔。每当我想起那一场车祸，我就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事情那样的清晰。开启爸爸妈妈的那个眼神始终都在我心里面，常常在我的脑海里。所以我也想，我们没有能够为他们做任何事情，唯一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是我们全家都跪向了上帝。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是故事的结束，想象不到的恩典和神迹接连降临在这个家庭中，而凯蒂父母的生命不断碰撞着更多人的生命。请您继续关注